生鱼片呐、啊，是啊是啊。喂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，等等我呀！究竟是谁的主意啊？大热天的参观什么罐头厂，也不体谅一下我老人家。听师傅说，他年轻的时候能够飞檐走壁，一步能跨很远呢。是吗？就是不知道他现在还能跨多远。怎么，瞧不起我？告诉你们，我现在可是老当益壮，轻功比当年还厉害。嘿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，师傅果然就是厉害呀！一眨眼就走在我们前面了。就是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不稳。师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啊、看，师兄大吉！哦，他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也奇怪呢。我们是来这儿偷鱼的。他们肯定也是来偷鱼的。笨蛋、我们才是正宗的反面人物。走，赶快去抓胸大鸡，做成鸡罐头配鱼吃。是黄鼠狼，我们得快点去救师傅。嘿嘿。飞机，我们来了。他上去了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加工厂入口。我得快回去。黄鼠狼，发现我们已经晚了。今天我们就吃鸡罐头料理吧。住手！你们这两个大坏蛋！那个多事的纪小龙又来了。快看，胸大鸡快掉下去了。什么？救命啊，救命、抓到他的脚了，把他吐下来。你们两个快放开胸大鸡。传送带又动起来了。黄鼠狼，是胸大鸡，快抓住他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救命啊！游戏该结束了！胸大鸡还想跑吗？你们别过来，不然我可喊人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绝招呢！嘿，
手了。救命啊！这是四大祖先保佑，马上我们就能吃到鸡肉了。熊大鸡，你在哪儿啊？熊大鸡，回家吃饭啦！救命啊！不好，熊大鸡有危险！救命！住手！又是你们两个黄鼠狼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你们！熊哥哥，你没事吧？熊大鸡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你们快放我下来吧。嗯，来了。熊哥哥，熊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可恶的小鸡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熊哥哥，等等我。小鸡，看我不收拾你们！快跑啊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，给我站住！这两个黄鼠狼真讨厌。有办法了。走吧。可恶，竟然把门给关了，气死我了！有本事就下来呀！我们才不下来呢，有本事你们就上来吧。可恶的小鸡，敢小瞧我，看我把你炸个稀巴烂。没错没错，炸个稀巴烂。哼，这下看你们往哪儿逃。嘿，过来呀。真是麻烦，大爷！熊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吉丁，这两个黄鼠狼也太没创意了吧！这么轻松就搞定了？没那回事，小龙，他们才不会轻易放弃呢。可恶的小鸡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没错，没错，饶不了他们！笨蛋，不是告诉你不要重复我的话吗？没错没错，不重复。哎呀，你个笨蛋，真是气死我了，还不快去拿绳子。哦，是是。瘦高高，这绳子够结实吗？废话，我瘦高高拴的绳子能不结实吗？行了，别磨蹭了，快给我上。小龙你看。怎么样，我就说他们不会那么轻易放弃吧，哼哼，看我的！小鸡们，我们就要上去了！没错，没错，要上去了！怎么回事？干得好，胖乎乎！有了这个投石机，小鸡们就无处可逃了。没错，没错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吃到鸡了。嘿嘿，只要我用这个小刀轻轻地割下去，他们就玩完了。快跑啊！要撞上了，胖乎乎，快跳！
我会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云朵在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哪里正待在鲸鱼